我发现这个世界对胖子都怀有深深的恶意。我在微博上只要一发自拍，你们就说七七你过年长胖啦，发个特写七七你的脸真的圆啦，发个火锅七七你在这样吃下去都要变成猪啦。这位同学，你知道我是哪儿？重庆。重庆是个大胖子，三胖。对一个广该都是爬山的重庆人来说，吃顿火锅很过分吗？不过分。虽然我现在是一个花样花开的仙猪，但曾经的我真的一度胖到了128斤，不被喜欢，遭过白眼，体会过人情冷暖。那个时候的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瘦下来。所以今天的视频就是和大家分享，我是如何从一个天真不谙世事的快乐肥宅君，蜕变成了一个仙居的，从128斤到95斤的减肥下来时，酵素类的减肥产品酵素青梅，是我在减肥道路上尝试的第一站。原理是促进肠道有益菌类繁殖，改变肠道生态，从而达到加快肠道蠕动、清素变排毒、养颜、减肥塑身的功效。是吃了一包就一包，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一斤也没瘦，肠胃还拉到了虚脱。减肥道路第二站排油素，这个就夸张了，它的原理是阻止油脂的吸收，你怎么吃进去这怎么排出来？它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在扁扁的表面上还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脂，谁不想越吃越瘦，大饱口福还能有个好身材。但吃完它有脂肪泻啊，最严重的时候你放个屁都还能喷油。减肥道路第三站，大名鼎鼎的21天减肥法，即通过调整饮食结构，不依靠药物或者运动就能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哦，听上去真是该死的诱人呢。然后我研究了一下食谱，对不起我拿错了，那我们就再看一遍。你没看错，前3天就是只能喝水，前10天一粒米都不能吃。鬼知道我是怎么坚持到第14天的，我真的瘦了7-8斤。但是 But however 伴随而来的是心慌腿软，有点热都逼逼的冒着虚汗。明明天气还算温暖，但我却常常感到非常的冷。那种冷呢，就像流浪地球你留户口防护罩被吊死后的那种冷。然后我意识到情况不对劲，立马停止了这惨无人道的21天减肥食谱。虽然还在变瘦，但是 But however 我已经硬生生的被饿出了慢性胃炎，踏上了漫长的调理肠胃的道路。等我的胃养好之后，我的体重居然又该死的上去了，还多胖了3斤。几乎所有在打折、快速、高效，在很短一个时间之内可以迅速的减到10-20斤的减肥方法，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皮肤变差、反应迟钝、失眠、便秘、胃痛，而且反弹特别快，砰都不要钱砰，比娃娃蟹够，请你们清醒一点。虽然说我在减肥这个该死的小药店上折腾了很多无用功，但最终我还是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跳绳减肥法，口清断食。首先容我浩南七七作为野生代言人，来向大家诚挚的推荐一下跳绳减肥。虽然说现在一提起运动，大家脑海里都想的是什么游泳、撸铁啊、运动单车什么的，但是 but however 我穷啊，小时候每个月零花钱就这么点，我每个月是省了又省，买了鞋子、衣服、口红，就只能买一根不做作的跳绳了。不光价格便宜，还不限场地，而且跳绳能让你全身上下的每一块肌肉，每一块都能得到充分的锻炼，是一个瘦起来就能瘦全身的运动。而且跳绳1分钟消耗的热量相当于跑步半个小时，免得还要琢磨怎么瘦大腿、瘦小腹、练背肌，让人觉得累得慌。开始的话，我每天只跳500个，然后半个星期的慢慢叠加，从500到800到1000到1200到1500到2000等等等等。当然如果你们体力比我好的话，也可以直接挑战个1200-800，我把它分成100个一组，每跳100个我就会停下来，然后原地慢跑深呼吸，让肌肉慢慢接受这个紧绷的过程，免得一下子运动强度过大会拉伤自己。这种有氧加无氧的方式对脂肪的消耗比单纯的有氧或者单纯的无氧要快得多，就意味着你瘦得更快。有些妹子可能会担心长肌肉的问题，请你们看看清楚自己的性别好吗？我们可是散发着高贵光芒的雌性生物，高黄含量远远低于男性，长肌肉的难度也远远大于男性。我刚才讲了一个什么词啊？你以为我会解释给你听吗？自己百度去。在跳绳之前，我也会花个几分钟来做一个拉伸运动，请一定要听七七老师的话，重视拉伸好吗？否则某人跳个1200-800的绳，你们第二天可能就要瘫在可怜的小床上了。饮食方面，我采用了轻断食饮食法，就是一周有5天正常吃东西，剩下2天稍微控制一下卡路里的摄入，吃点水果啊、豆浆啊，还有一些低卡粗粮的饮食方法。毕竟完全不让我吃火锅、串串、咖啡、奶茶、冰淇淋，还不如杀了我这个重庆女孩。人活着如果没有点追求，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而每周只有2天吃一点清淡的食物，就可以坚持很久，顺便还能清理一下肠胃。So easy。在2天轻断食的日子里，我也会相对的减少一些运动量，转而做一些类似于美丽芭蕾啊、普拉提这些有氧的运动操。但是 but however 这样的减肥方式瘦起来的见效是非常慢的，从128减到95斤，我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要不断的坚持运动，调整自己的饮食，改变身体状态，才能出效果。如果你想有一个10天瘦8斤、20天狂甩20斤肉的这种效果，倒是也知道一个方法，后来我告诉你，节制。最后我想说，每个女孩都是好看的，不要轻易的否定你自己的身材。很多时候的丑都是因为你自己年少无知，岁月是把杀猪刀，而我就是一剂良药。丑小鸭逆袭白天鹅，从关注我开始。我是朵七七，在时尚道路上一路狂飙的美妆博主，减肥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减肥不坚持，自己2行泪。做视频不易，请积极的给我点赞、关注、转发，关注。